差不多快要到最后一首了，然后最后一首曲子我想要特地介绍这首曲子，因为这首曲子是我一个朋友的创作，他叫做张景昌，然后我跟我朋友都叫他叫做，那我先介绍一个老师，他老师叫张，一个老有一个很有名的台湾演奏指弹家叫做张仲林，然后他创作曲子都是以一些大自然为主嘛，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叫张景昌，我们都叫花莲张仲林，然后他今天这首创作叫做 Starry Waves， 然后意思叫星光熠熠的感觉，就是说你在海边中，你在海浪中间，你搭的船，然后星空会带给你指引，然后就是你那些怎么讲，就是比较奇幻的旅程等之类的。带来最后一首曲子。
我今天演出大概是到这边了，然后哦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大家的纸上看一下，因为我的 IG 有在那边。好的，可以扫一下之类的，对，好。然后大家再宣传一下，我七月七号的演奏会就在花生客厅，也欢迎大家来欣赏我和其他四位朋友的演出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宋继佑带来的演出。那等一下呢，他也会在大正十三光和室有他的个人小舞台吗？耶、没错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到大正十三光和室。